移民署南区事务大队所属各专勤队结合了警政机关、劳政机关以及海巡署等友军单位，动员了185人，在9月1号执行了强力查处行动，总共查获了非法外来人口107位，包含了82位的失联移工，25位的一起居的外国人，其中有2位是遭到地检署通缉的通缉犯，同时也查获了非法户籍27位，非法中介9位。特别的是，嘉义县政警队也查获一名失联移工，因为中文流利而升级当起了非法工头，被查获时身怀了11万元的巨款，准备发放工资。高雄市专勤队获报有10位的越南籍失联移工，准备提前开趴欢庆中秋，结果被一举成擒。这些非法外来人口将依照入出国及移民法予以收容，实施驱逐出国。移民署将持续结合友军单位执行强力查处行动，以展现严正的执法决心，同时也提醒民众勿贪图便利，雇用非法外来人口从事工作，以免触法。